哎，好哦，哇，开枪，不知道自己抽了什么风，突然之间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智力出了点问题，我居然对老婆开枪了，我怀疑自己被下降头了。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连我自己都想不清楚。我可能已经疯了，我可能真的是一个智障。我是智障。好，四季智障，笑死！欸，我刚刚选这一个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个，要用酒精哦。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要用酒精啊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我要故意看有没有别的结局，好不好？我当然知道要先用酒精啊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我鼻血喷光会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割它，Yeah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镊子，哦耶，无法专心，怎么办？我鼻血狂喷，绷带绷一绷就好了。对不起，不小心弄痛你了。干着老婆这个姿势，让人无法专心，啊，我死了。内裤，没错，是内裤。活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，在两腿之间那股一道风景。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好的，但此时此刻我应该要专心手术才对。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鼻孔一直涌出？哦，鼻血一直涌出？难道最近天气太干燥了吗？不行，好像有点头晕。我好像失血过多了，倒下，倒下结局，失血过多结局，死而无憾的时光，感觉好笑啊。不先放酒精就可以失败了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正常的、正常版的，先酒精，然后再麻醉，酒精。哦，他好像没什么感觉，麻醉。大腿打一支麻醉针，不过这个麻醉的药力不是特别强，如果不小心还是会弄痛老婆的。好了，再来就是我们的手术刀，看看我的刀法。嗯，现在伤口已经切开了，拿出子弹，完美，完整的把子弹取出来了，完全没有拖泥带水。再来缝线，现在把伤口用针缝起来，手术基本上快要完成了。然后再来是绷带，大功告成，结束，好爽哦！酒精倒下去明明就超痛哦，当然痛啊，还没有麻醉那个很稀呢。医术了得，医术了得。用刚刚的存档对老婆用加速器哦，真假的？我要怎么办？十分顺利，那我是不是要重来？谢谢，谢谢你，欧晶晶。好了。由于老婆由于疲劳过度，说完谢谢之后就睡着了。咦，睡着了吗？看来是太累了，哈欠。那我也好像有点困，在旁边的病床睡觉好了。晚安。那么等一下对老婆用加速器看看。嗯，也没有手机玩。嗯，起来走走好了。咦，老婆呢？帽子还有包包也还在床上，到底去哪里了？不对啊，我刚刚那个存档加速器也没了，我没有办法对老婆用加速器了，怎么办？存档不见了，怎么办？因为这个存档加速器已经用掉了，对啊，哇，怎么办？我想要看加速器呢，重遇老婆。不行啊，这个太久啦，这个太长啦，看这里，
这个也太远了。好，算了，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这我没办法。来不及喽！反正应该是另外一个死亡结局吧。船上还沾了不少血。我刚才老婆去哪里了？我觉得，我猜她一定会在顶楼。我们去顶楼看一下。嗯哼，怎么会没有？去哪里啦？哦。哦，湿润润的裙子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刚做完手术，要好好休息才对啊！哇，好正哦！哦，晶晶，谢谢你。你为什么不好好休息？手术完的身体会很虚弱啊。我过来把裙子洗了而已，因为全是血迹。还有就是，我想出来看看而已。看看什么啊？我想在今晚再看看，看看这个世界。什么意思？明天陨石就会坠落了，我们都会没命。我想可以在最后这一晚再看看这个世界。下明天，是的，明天就会坠落了。但是我们或许有机会能避免这一切。怎么避免？在地底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发条。发条？对，这个发条能控制地球公转的速度。只要我们去转动这发条，地球很快就会快速公转躲过陨石。真的吗？那么我还不赶紧去？待会我休息一晚。补充体力，立刻出发。不过那里戒备森严，全是今天的黑衣人。单凭我们两个人能闯进去吗？只能说九死一生了。所以趁今晚还活着，认真的看看这个世界。明天要不死在枪管下，要不就在死在陨石下。你说人死了之后会去什么地方吗？你别往坏的地方想啊。或许我们能闯进去，然后启动发条，最后活下来啊。谢谢你，欧晶晶。原本觉得希望渺茫，但是看到你斗志满满的样子，自己好像也变得有信心起来了。对，做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！喜欢的女生就去告白吧。哎，被拒绝没有关系，还没到最后关头，不要千万不要放弃。真的很高兴认识你。从便利商店刚遇到你的时候，还有之后在公园一直到这里，都是有你在保护我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有安全感。那个举手之劳而已啦，哇，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夸呢。只是因为我从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就很喜欢你了，哦哟，直接这样间接式的告白。我希望之后能一直保护你，还有就是我想今后的日子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喜欢你。啊，反正也都陨石要砸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趁这时候赶快告白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死而无憾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明天成功了。什么我都愿意，真假的啊？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回去睡觉吧。哦，好的，是时候睡觉。可是这女的对欧晶晶完全没有一个情愫在啊，就是害羞的表情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，就好像没有什么情的感觉，就是对欧晶晶好像就很普通，没有好感。就这样，欧晶晶跟老婆踏上了拯救世界的道路。究竟欧晶晶跟老婆能不能拯救世界呢？亦或者是被陨石给砸死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就是决定成败的一天了，大家记得随身档哦。好，嘿，出发，存第二个。应该是换我问你吧，你的伤势如何？真的能出发？没事的，就算有事也要出发，总不能待在这里坐以待毙。说的好像也有道理，不过你现在应该不能走太远吧？的确不能走太远，走太快，所以我走不动的时候拜托你了。我尽力吧。所以说我们要去哪里？好像就在这附近，跟我来。对面就是了，哦，中间一个岛，里面有一个秘密基地，就是我们的目的。哇塞，表面看上去山清水秀，原来内有乾坤。不过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过去那座岛？我想想。啊，那里有一个渔夫。哦，对哦，我过去问问他。嘿，兄弟。喂，要不要买鱼？怎么会有多一个渔夫？你要不要买鱼？刚刚捞上来很新鲜的。我们不要鱼。我们想到那边那座岛上面。你们要过去干嘛？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但是不方便透露。我懂了，
年轻人精力真旺盛啊，不过也要注意安全啊。我送你们过去没问题，给点小费就好了。好的，十分感谢你，我跟我朋友说一下。OK，搞定了，给点小费就可以了。太好了，那你给了吗？我又没有钱。哦，好吧，他没钱怎么办？把他踢下去。两位坐稳啦！如果要吐的话，请吐在水里。我要成为海贼王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跑错棚了，不好意思，千万不要弄脏我的船呐、啊。到了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这是你的小费，谢谢老板。那我回去了，不打扰你们两个 happy 的。happy？ 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快跟我来这边。哎呦，就这里。快蹲下，里面有很多守卫，我们千万不能被敌人发现，不然就一命呜呼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你看前面那个大门，估计就是进入秘密基地的唯一入口。我们必须想办法引开或者打倒守卫才行。这也太难了吧？假如不如我们先回去吧？不行，都来到这一步了，怎么能放弃呢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实施。这边会自动存档嘛？但是我还是想存。深空旅程，我们来到了神秘岛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拿枪，拿枪把它毙了吧。哇，居然完全躲开我的射击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来人，抓住他们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哈哈哈！我就知道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们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呢？跟敌人对抗应该光明磊落，但是如果上天可以给我重来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绝对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鬼虫的，鬼祟的人。武林在此，光明磊落的失败，冲啥？我们直接这里就好啦，自动存档。所以说，应该有别的方法吧？普通树木没什么特别的，我们可以到下一个区域。不行，不能从那边过去，一定被发现。那我们就倒退看一下嘛。哎呦，哦，伸缩枪，怎么啦？什么东西啊？射击靶，用来练习射击木板。什么声音？刚好有枪声。守卫四周看了一番，估计是我听错了，那就走掉了。普通树木，有敌人的时候可以躲起来。再看一下下一个区域。我靠，这边有人在睡觉，是吗？树上好像什么东西，不太方便。用这个啊。这样哦，伸缩枪是吧？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监听用的，虽然不知道这什么东西，但感觉很有成就感。可以把它吵醒吗？如果它突然醒来怎么办？看样子它应该能睡。好，下一个区域。有人在讲话，听不清楚要说什么，这个就很简单啦、啊，窃听就好啦。那个人又在那边偷睡懒觉了。对啊，拿同样的工资，他们却在那边睡懒觉。枉我们这么辛苦在这里值班，全部都长一模一样哎、欸。他们进去这个组织是不是都要用这种图头啊，才能去分辨是不是？因为你们进去这个组织有没有？首先，第一个一定要吃秃头，你们才有办法加入这个恶魔岛组织，有没有？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教训？我想还是别的，他好像跟老大关系很好，到头来可能吃亏的是我们。可恶，不如我们趁他睡觉扔他的鞋子如何？别听说他的脚巨臭，可以臭死一头大象。
这是一个奇葩。他跟老板交情很好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好像没什么特别，就是了。等一下，那我知道这个大概怎么解的啦。这边也有守卫，是说这边也有一扇门，然后这边是过不去的。哦吼，对了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走过去，嘿嘿，水哦，拿了装备。好、哦，有了，这个防毒面具戴起来很舒服啊！衣服顺便拿一下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乔装吗？开枪把他打死。嗯？不要啦，我要重来了。干烦死了！这每个都会瞬间移动呢，哇塞！好啦，重新，知道怎么过就好了。小时候把他射死，妈可以拿他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居然，怎么没有？有。他可以拿鞋子，真假的？我们是要先听完对话之后，然后再去捡他的鞋子，是不是？试试看。好，拖鞋鞋哦，是。王半就是仿佛感觉得自己含住了他的脚，哈哈哈，没有防毒面具啊！原来防毒面具是这样用的啊！天哪、啊，八七，他们的组织难道都是睁开眼睛睡觉的吗？搞不好他们组织是那个《海贼王》里面的那个九四，有没有？会九四里面的六四。全部都会那个 T 有没有？还会指枪嘞！好，我们带上去也可以拿了，搞定！哇、哦，隔着面具还是觉得有点闻到恶臭味。你不要太靠近我，我有点想吐。哦，好的，你也不要走过来。好了，这东西都拿了，接下来嘞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？袜子丢过去。哈哈哈！哈，你靠，子弹他们会闪呐，哈，啊，袜子没办法闪呐，啥鬼啊？橡皮筋啊，这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再丢别人的地方，丢那个睡觉那个啊，我的橡皮筋可以干嘛？哎，怎么少一个守卫了？刚不是？嗯哼，丢他，不行。绑起来！哎呦，树也枯萎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那脚难道是因为他的脚太臭，周围都腐烂了？这也太恶心了吧！你看那个鱼，哈哈哈哈哈！组合，看得出来这是要组合。看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？有那么恶心吗？那跟广智有的比吧？话说本体没事吗？哇兹，所以说现在咧，拿弹弓去砍是不是？啊，这边走过去掉了一个啊，这边就是那个啦，这边就是有点像绕一圈的概念。我刚刚以为是有分左门跟右门，就不是，这只是绕一圈，好吧？那就是只是一个绕一圈。
他们子弹会闪，石头不会闪就是了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打开门了，前面应该就是秘密基地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我准备好了，行动吧。很长很长的一条通道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应该没有错，继续走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而且前面有一个按钮，是有什么作用的吗？还有很多钢索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是在一辆升降梯上面。估计那个按钮按下之后能启动升降梯。那我按了哦。嗯，这个升降梯应该能通往地底，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找到巨大的发条，改变地球的公转速度。那我按了哦。成功启动升降梯了。有可疑人士入侵基地，有可疑人士入侵基地，这个可以不用重复好吗？害我再多念一遍，浪费我的唇舌、口舌。请立刻启动立刻行动，把可疑的人员处理掉。啊，不好了，我们被发现了，没办法了，只好战斗了是吧？我有应战。嗯，所以我就是。哦，终于长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哎呦哎呦，差点射到！我就知道射很多下这样子。我靠，猫咪也是怎样？哪里来的猫啊？这边乱啊！你是晒啦！干，我被射了，白痴吗？那也太白痴了吧！啊，卡在里面是不是？那门开了，我还有，这可以射吗？不行，会动。会动，这连续来两个，哦，啊！干，没办法，他长得太肥了，忍不住想射。哦，终于射完了，终于把他们都干掉了。哦，你老婆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哇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啊？好哦，就是我们那个大齿轮，我们要让地球公转快速。这难道就是地底的巨型发条？是的，这个东西就是控制地球公转的速度的仪器，只要转动它就能改变速度，扭动。别开玩笑了，这么巨大的扭动，傻瓜，只要操作下面的电脑就能控制了。哦，是谁？哈哈哈哈！什么人？到底是谁？哎呦，我的名字叫做 Alderman， 我 Alderman。你现在是有抄袭嫌疑哦，林北叫 Alderman 啊。你们把我的部下都干掉了，身手不错。你想怎样？是我问你们想怎样才对。无缘无故闯进来，我们要的是进来拯救地球的。我们要改变地球的公转速度，躲过陨石的冲击啊！陨石撞击地球，我从来没听说过，居然这么大胆进来搞破坏，还一派胡言。不用跟我解释了，现在就是你们的死期。糟糕了，没办法，我有一拼，来吧。会难打吗？哇哇啊！哇，脱衣服哎、欸！啊，这怎么打？哦，打下体。为什么？哇塞，射击游戏。哦。丢小 baby 是哪招啊？
我想问一下，丢小 baby 到底是哪招啊？而且这小 baby 长跟他有点恶心啊，年纪轻轻就秃头，秃头症。其实不难打，我真的觉得你赢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居然被打败了？难道我实力不如一个宅男？老婆，机会来了，快去启动发条吧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你们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来拯救地球的。我要躲过陨石的撞击，简直荒谬！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保卫地球，但是最近根本没有要撞击地球的陨石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到底来这里干嘛。你少骗人了，明明就有，我骗你干嘛？啊！发条启动了，这么巨型的发条居然真的能转动，别乱搞这个仪器。老婆，一切顺利吗？老婆，你听到了吗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讲话了？咦，老婆你怎么哭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哭了，突然哭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哭？跟我突然哭成这样子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实在是太开心了，这是怎么了？其实原本就没有什么陨石要撞地球，我来这里的目的刚好相反啊！多亏刚刚剧透我的人啊，我对于这个剧情呢，我只能给五分。啊，因为没有办法神展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剧透的观众真的是谢谢你们了。好，让我对这个剧情呢没有什么多大的冲击，好不好？给你们拍拍手，很棒！再剧透啊！好吧。什么意思？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哦。他要毁灭地球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可怕！谁来救救我？完了，我们要死了！一堆市民呜呜呜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老婆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都是我干的！本来的确没有什么陨石撞向地球，但是现在我启动了八条，让地球驶向本来不应该会撞上的陨石。怎样？不错吧？世界即将要毁灭了，实在太开心了！一直以来的心愿终于要梦想成真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女的根本就是反社会人格嘛！哦，我们还帮她包扎绷带，我们还救她。哦，结果嘞，嘿，反咬欸，我讨厌这个世界，赶紧灭亡吧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只是单纯不喜欢这个世界。我讨厌世上的人、动物跟植物，我希望能亲手毁掉这一切。不，不要！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说过要一起拯救地球，然后跟我在一起的，老婆，别再叫我老婆了，听了就想吐。谁要跟你这个死宅在一起啊？你别恶心我了，你拉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吧。找你一起只是利用你而已。哦，伤心难过的肥宅。哦，这个疯女人！喂，小兄弟，先别哭，已经止不住了，哈哈，被拔，干笑死！你干嘛打我，小兄弟？真正拯救地球的时候到了。RCT703时间控制器，我好像在某部影片有看过这种东西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印象啊？我突然有点记不起来了。我们需要用观众的记忆来帮我恢复一下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啊？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。啊，哦，本本是不是？啊，哆啦 A 梦。哎呦，嗯，可能是哆啦 A 梦吧，可能也是本本吧。嗯，可能是SOD 还是什么 Heart 之类的啊。
顾名思义，这个是能控制时间的机器，它不仅能停止时间，还能时光倒流。所以现在你懂我意思了吗？不懂。点点点，我希望你能回到过去阻止这疯女人，救救我们的地球，可以吗？这怎么阻止？这个要靠你想办法了。现在唯一能拯救地球的是你了。好，我要回去了，尽力试试看，靠你了。准备好的话，按一下按钮吧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咔嚓，回到哪里？回到刚开始遇见他的第一幕吗？这边。哦，我怎么回到便利商店了？哦，时光倒流回来这里了，就是说待会老婆会出现在这里。来了。老婆果然出现了，真的时光倒流了。这一刻不就是我们刚相遇的地方吗？真的是太怀念了。等等，我回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怀念过去，我是回来拯救地球的，不然人类就会因他而灭亡。不过我应该用什么方法阻止他？糟了，他又像当时那样盯着我。然后之后开始会地震嘛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婆就站在眼前，但我却无能为力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咦，这时候直接掉下来。如果我们这时候什么都不干，应该就是 good ending 了吧？是不是？看一下啊，我们选不同的老婆与这个世界。如果什么都不干，他被砸死的话，应该是 ending。我拯救世界了。我是正义的化身，是所有人的希望。我绝对不允许有人破坏我们的家园。爱情是什么？我真的不需要人。其实从开始我就知道，没有人会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死宅。所以，维护世界和平才是我的使命。我是叫欧晶晶，我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。英雄总是孤独的。一个好结局，宅男救世主，非常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不救他会怎样？救他会怎样？我觉得应该救他的话，应该是会再重蹈覆辙，就是绕一圈这样子推开，然后一直无限的轮回，享受这个过程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救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再一次踏上旅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犯这样的错。但是我心甘情愿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一直在骗我。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。但是我爱上他了。世界毁灭又怎么样？可以跟心爱的女人一起毁灭这个世界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浪漫的。哇！毁灭世界才是爱啊！哎呦，你看世界被毁灭，哎，后续还有剧情哎，所有东西都要重新开始了。陨石碎片还持续落下，估计我们应该也活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早就知道你要毁灭这里了，而且我也很乐意跟你一起实现这个愿望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帮我？因为我很喜欢你，所以无论如何你要干什么，我都愿意跟随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怎样都可以。你这是告白吗？是的，嗯，我想想。好，我接受你的告白。真的吗？是的，虽然我并不喜欢你，不过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有个人陪着一起被陨石击中也不错。那可以亲一下吗？啊，不喜欢，然后还要亲这样子，也不是不行，也就是可以。你闭上眼睛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就这样子没了，这个最后的结局。这个才是真结局吧，我觉得。这个才是老婆的真结局吧。快点啊，趁陨石还没砸下来赶快趴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本性使然啊。不要浪费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吗？会趴吗？对不对？为了一个轮回的世界。哎。对啊，这是 good ending 欸，看这个画面跟这个跑马灯，这是 good ending 欸。所以说我其实玩到后面啊，这三个真结局，
我觉得那个勇者结局比较感人，我会比较喜欢勇者结局的部分。那个双马尾跟这个我就觉得还好，可是双马尾他有一部分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在飞船那个时候，飞船那时候救他的那个时候，然后勇者结局是我最喜欢的，真结局是我最喜欢的，要爱不要世界，有没有？结束了。双马尾玩完了，对啊，双马尾玩完了之后，我应该会分开上传，好不好？到时候你们可以看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有一些结局没打出来就算了吧，我已经懒得重玩了。你们有兴趣的哦，可以自己去买来玩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这种优质创作啊，真的啦，啊，用钱去支持他们啦，对啊，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好游戏可以玩了。我是觉得这游戏这还蛮有趣的，很不错。哎、欸，三个女主角配一个宅男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看到双马尾哦、喔，没关系啊，等记录档啊。对啊，真结局嘛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的等待，我的未来哦，超感人。我早就支持也玩完了，很好啊，非常好，早就支持也玩完了，我觉得很棒，超棒的。所以密函是干嘛的？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密函到底是干嘛的、欸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如果你们要玩其他的剧情，我就觉得你们自己去买游戏，自己去抽丝剥茧吧，好不好？我要把这个游戏做个了结的。对，没有钱就算啦、啊，这就一句话嘛。你没有钱，你会去买饭吗？同样的嘛，你没有钱，你会去买游戏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一样意思啊，是吧？不然你就去吃霸王餐嘛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啊。打算玩 Kyo 吗？会啊，我应该会玩吧。哎呀、啊，没钱看人玩，对嘛？没钱你可能就 YouTube 上面翻一翻，有人玩到我跟我不一样的结局，你也是可以去看啊。对啊，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不建议去弄什么免费的啦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支持一下会比较好一点。啊，就要玩到快十点了、哦。密函会不会是真结局？我不知道欸，这个你们自己去发掘吧。我觉得我要把这款游戏做一个了断哦。我们后面还有其他游戏要玩欸。对啊，哎呀、啊，哦，那我要稍微统整一下我喜欢的结局部分，再讲一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魔女结局，魔女真结局我最喜欢，然后再来是双马尾，最后才是老婆。虽然老婆长得很可爱，哦，那三位女主人可爱程度，老婆。双马尾魔女啊、哦，那真结局最喜欢的部分倒过来，所以说双马尾一直都在中间，双马尾它是属于中间的。我的评分是这样子啊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啊，对啊，反正你们高兴就好了。